到新加坡，于是又烫了你妈不归路啊？为什么是你妈不归路啊？一来就卖，前来卖身契，本科你妈以后毕业要卖6年，研究生也卖3年，毕业了走不了啊？有木有啊？新加坡的店不要钱啊，外面北美一度烈日炎炎，恨不得裸奔呀、啊！一进图书馆就得上毛衣，再进 office 得上棉袄。听说30度还你妈穿羽绒服，来新加坡看看吧，有没有？Singlish 绝对是一门独立的语言，老子20几年学了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法文，全都没用啊！有没有？这个普通话、粤语、潮州话、客家话、闽南话、福建话、印度话、马来话和 English 都是混合体，是一门独一无二的语言，有没有啊？是。胖不说胖，高不说高，叫很大只，这你没呀、啊？你没才很大只。工作不叫工作，非叫做工。天天问你在哪里做工，老子是文化人，好不好？不是做苦力的，做你没义工啊。海螺不叫海螺，叫拉拉，不是，叫公公。仙子就不叫仙子，叫拉拉。你爸才是公公，你妈才是拉拉的，起这么个别名儿，我怎么就吃得进去呢？三不叫三，三不叫 three，叫吹，数个数吧，玩图吹，真是想吹人呀！问个时间吧，3点10分，叫三点两个字儿，二你妈，表上写上二，你就是二啊，有木有啊？去个地铁问 subway 在哪里，人家以为你要吃三明治。MRT 有没有啊？你妈姐姐第一次错过啊，打个 taxi 吧，叫的德斯，叫的士听不懂，人家叫德斯，德你妈呀德！一上车德斯，德斯安抠就开始逼逼了。你从哪来的？中国的？中国穷啊？中国有楼房吗？中国人能吃饱吗？中国穷你妈呀！再往上吹2倍，你爷爷不是中国人吗？还是当空工被卖到南洋做苦力的，怪不得不叫做工，不是不叫工作，叫做工呢。吃不饱你妈呀！你没看见姐这么大只吗？大只不好啊，姐是中国人呀，大只怎么着？你矮是终身的，姐的胖只是暂时的。姐爽朗的一句话，我要瘦成一道光，照亮所有的胖子。啊、新加坡绝对是个小联合国啊，有没有？能把各种肤色、各种信仰的人聚集在这个小岛上，世界上也只有星星国了吧？这边白人美眉秀白腿，那边黑人美眉秀白牙。再来一个印度，再来一个印度美眉秀瘦姐。都那个味儿了，再喷点香水有没有？我说马来美眉，你怎么那么黑，那么，你怎么黑，那么肿，这是什么？你怎么那么黑，没白腿，没白牙，也没气味，你就只能生孩子吧？左一个生，右一个生，出门不拖个10个孩子，证明不了你的生育能力，是不是？你们李家王朝，你给李家王朝愁坏了，知道不知道？这边华人一个不生，那边哪门可晋升？新加坡虽然是人种多啊，但必须知道和平相处啊，谁敢挑事抽鞭子啊，不是 SM，你是 M 也经不起啊，一鞭子 PK，两鞭子肉绽，三鞭子露骨，四鞭子你就什么生活也不能自理了，有没有？新加坡的烟啊，是别的国家10倍的价格，咱就不说了，但是那个烟盒的图案就。能不能不要整那个样？不是烂手就是烂脚啊！有的时候还死孩子，不抽烟的人看着也恶心，也被恶心死啊！新加坡的美食啊，美你妈呀！连吃个鱼片汤都有48种不同的组合，加奶不加奶呀？粗米粉呀，还是幼米粉呀？板面啊，还是面线啊？鱼片啊，炸鱼啊，鱼头啊，再来个鸡饭吧，是鸡饭、鸭饭、叉烧还是烧肉饭啊？鸡胸、鸡腿还是鸡尾呀？有骨还是没骨啊？有没有？等点完，老子都饿死了。这真是个多文多元化的国家，新加坡呀，哇老爷，在新加坡生活的中国人，你也伤不起呀。